商圖嘅中國新聞報道，嗱，我的天堂城市咧10月12號咧就上映噶啦。琴日咧就英皇戲院咧就首先咧就公布咗咧四場首映場首一日嘅門票，唔係首映場，首一日嘅門票。但係成績相當之出人意表，成績相當之出人意表，係冇人買飛咁滯。啊！哇！我都估唔到喎、啊，我以为第一日出飞10月12号，我四场特展场应该系好多姜糖买爆噶。喂，结果我督咗入去睇，嗱，我话俾你知，我琴日咧都发觉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啊！嗱，呢个古仔就系咁样样嘅。咁啊，呢个英皇咧就好好啦，英皇戏院啦，佢就特登咧就因为咧你要预售飞咧，基本上10月12号咧。就是第一场嘛，你通常呢要三日之前先可以买，即係10月9号啦，咁琴日就10月6号啦，已经开始有得买10月12号，即係英皇呢特登已经推出一个特别嘅活动，特别嘅推广，去令到呢姜涛我啲天堂城市就多啲人受惠。喂，但係呢就结果呢，喂，强差人意喎、我有啲嬲喎，高登仔，喂，有乜理由啦，我特登呢琴日我就特登冇出面，我忍住。10月6号琴日特登冇出片。咁呢但唔得啦。我今日10月7号啦，我依家做緊片啦。我已经去到好后啦，去到晏昼时间啦。喂，都冇爆满喎、四场啦。我一阵子讲返究竟即究竟发生咩事啊，我有啲唔开心啊，高登仔，我真係有啲唔开心。喂，究竟大家姜糖去晒边啊，係咪啊，喂，会唔会系我啲依家俾人笑啊。嗱，我唔知道姜糖究竟知唔知道有呢四场卖，系嘛？喂，依家咧，你就算姜糖唔知道，其他神徒爵士，就算 MC 啲 fans 群啊，笑紧一样嘢就话姜糖出戏啊，姜糖唔去睇啊，依家俾人笑到面都黄啊！同你讲，喂，我依家有啲嬲啊！啊，大家姜糖，你哋又话撑姜糖嘅，你去咗边啊？系咪先？点解仲有吉位症啊？我真系好唔明喎、点解会仲有吉位症啊？喂，冇理由噶，我都唔系讲咗几万张飞、系四场，我一阵同大家讲下，好嬲啊！我真系好嬲。开始呢段片之前，我都要再宣传。开始呢段片之前，请大家赞我呢段片，同埋咧，哇，真系嬲得滞，同埋。留言一个心心一个笑容一点都得啦，同埋咧货金支持啊，唔该，我真系声嘶力竭啦，我做呢段片，同埋我真系紧住道气啦，可以做，真系好唔开心啊！即系点解搞成咁样样，系嘛？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姜糖系咪即系已经系用一种掩耳盗铃嘅方式啦去做啦，系嘛？居然冇人买票，算啦，讲埋先，即系请大家货金支持同埋。希望赞助我嘅买电脑计划啦，类似唔讲啦，我真係要讲返呢样嘢先。嗱，咁英皇好好啦，英皇戏院，因为佢我諗佢係有份投资啦，咁样佢希望都即係造就呢、這个我的天堂城市呢就真係大卖啦，因为近排呢 Mirror 嘅电影係相当之唔掂㗎嘛。系咪啊？相当之唔掂噶嘛！喂，如果我的天堂城市都唔掂嘅话咧，我都唔知啦。Markville 呢个电影梦可以收皮啦，我话俾你知，好庆。咁咧，琴日咧就叫做英皇咧就推出一个计划，咁佢改咗名啊，咁都我真系几欣赏嘅。老实讲，我真系欣赏。咁咧，佢就讲紧呢个我的天堂城市电车特典场，同埋12月12号咧就正式预售。咁咧，但系个反应咧，并不是太理想。嗱，因为点解咧？因为点解咧？嗱，分开两样嘢先。嗱，首先嗱，如果即系啱啱听我条频道就系可能未知呢样嘢嘅观众听众咧，唔紧要，嗱，慢慢分析俾你。咁咧，佢就咧推出咗嗱，10月12号咧就系首映日啦。咁我一阵先再讲吓我单嘢。咁依家讲到英皇咧，佢就推出咗两场特别嘅电车特典日。咁咧就喺呢个马鞍山戏院嘅，咁啊10月14号夜晚8点，同埋呢个澳门嘅英皇戏院，咁呢个唔关香港姜糖事啊，啊关澳门姜糖事啊。咁啊10月15号咧晏昼嘅1点9咧就去啦，咁啊就门票就430蚊，咁咧就系特别嘅电影门票嚟嘅。
咁咧喺呢一个呢个特点咧，因为咧佢哋会有呢个澳呢个叫做电车嘅宣传啊嘛，电车嘅宣传啊嘛。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就呢两个咧就系英皇戏院咧特登去做出嚟嘅，特登去做出嚟嘅。咁啊，希望咧就有多啲嘅观众同埋听众去唔系特登多啲嘅姜糖啦，特登多啲嘅姜糖咧就去参加，系咪去参加？咁啊嗱，呢样都唔紧要啊，呢样咧就应该就冇乜问题嘅，因为都系一场啫，一场就唔系好多位。咁啊，但系问题上咧，英皇咧除咗之外咧，佢就咧真系今次真系好锡姜糖。同埋好锡姜糖啦，我觉得英皇戏院今次真系做得，我真系几欣赏。佢咧除咗呢、这个电车嘅特典场之外咧，佢仲咧预先开售啦。琴日10月6号咧中午时分咧已经可以预先开售10月12号嘅首日四场嘅飞，俾姜糖去买，咁啊。咁咧，跟住咧就，因为咧众所周知，香港咧预售戏院嘅飞咧系三日到啫嘛。咁即系话你如果10月12号开始即系卖呢个首日门票咧，我啲天堂城市即系10月9号先可以有嘛。咁啊，10月6号咧已经俾你哋买定啦，即系希望咧大家可以多啲姜糖去与众同乐咁啦。咁啊，英皇戏院系做得相当之好，唉。咁咧，但系咧个问题上就系出现咗一个问题啊！咁咧，佢10月12号咧，嗱，依家咧你就算上个英皇个 app 或者你用电脑个网页去睇都好啦。咁啊，依家你有四个版本嘅出咗。咁咧就系荃湾新天地啦，夜晚7:30啦，将军澳康城夜晚7:20，马鞍山就9:50，即系夜晚。咁啊，屯门咧。新都商场咧就9:50，咁其实咧讲紧咧最贵咧就系康城我个啦100蚊啦，荃湾新天地就95蚊，咁啊马鞍山同埋屯门咧都45蚊嘅啫，因为佢九点后嘛，咁啊但系咧你 click 入去，即系我咧自己咧就四场飞咧，因为佢哋撞晒时间咧，我净系买得一场嘅啫。咁因为我唔会买咗飞唔去睇嗰啲人嚟嘅，咁咧我就买咗，一阵大家谂下讲唔讲先。如果唔系大家想去睇同高登仔睇戏，可能私信高登仔啦。咁我买咗一场嘅啫，咁咧我就真系惊啦。咁啊，即系佢一开售嗰阵时咧，我已经咧扑入去买飞啦。咁啊扑入去买飞啦。咁啊结果咧就我就以为咧就应该好快卖晒啦咁样，但系咧就好奇怪地咧，我今日10月7号做片嗰阵时咧，就结果咧再去入去睇咧，即系点解我其实我唔会再入去睇，咁咧就入去睇啦，咁跟住咧就点解入去睇？因为有啲观众听众话：喂，唔掂啊，高登仔，喂，似乎咧仲有好多飞卖喎，咁样样。咁啊，跟住咧我就依家咧嗱，我依家同步啦，我就 click 入去啦。一系唔 click， 一 click 咧就 click 晒啦。棘嘅意思就话我个心啊棘住啊，好唔开心。因为点解咧？因为咧，你睇到咧，嗱，我就咧去荃湾新天地嗰度睇啦。基本上咧，卖飞嘅情况咧，就讲紧咧，嗱，我唔早啦，我好头痛啊！睇到呢啲，即系因为我都心情唔好，因为我睇到咧，差唔多有一半飞系卖唔去嘅，即系只可以卖咗一半飞啦。嗱，咁你话啊，可能系荃湾有啲人就脚啫，咁样好啦。咁我又睇下康城啦，咁我又睇下康城系嘛，我睇下康城究竟嗰个去票情况系点啦。首日我的天堂城市，咁啊康城咧就睇到啦，咁啊康城咧
就$100贵啲嘅，咁啊夜晚7:40啦，咁啊夜晚7:40啦，我睇到康城咧，基本上咧，去得30%票到嘅啫，即系仲有70%票未去，哇，相当之唔开心喎、啊。好啦，咁我一阵先讲。咁我去到马鞍山啦，马鞍山咧就$45，我以为价格上嘅问题啦。马鞍山仲衰，我数都数到啦，系嘛？二五呢个十一系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21张飞啫，卖得21张飞啫。咁啊，佢 total 21张飞，卖得21张飞。咁佢全院啊，22张飞。咁啊，全院有几多个座位咧？咁样1、2、3、4、5、6、7、8、9、10、11、12、13、14、15，全院有150至160个啦。喂，160个座位，你依家卖得21张飞啫喎？我唔知道个比率啦，我唔计啦，真系我唔开心，我唔计嘅。好啦，跟住睇埋屯门嘅新都商场啦，咁啊$45飞。咁咧都系卖得40%-30%票啫，系嘛？喂，即系老实讲，咁有啲人话，哎，咁高都得，你迟啲去睇，咁可能卖晒咧。喂，唔系呢个问题啊！我话俾你知，绝对唔系呢个问题啊！呢个问题讲紧你第一日开售系冇可能仲有票买噶，系嘛？佢依家已经预先咗成。3-4日之前去俾大家去买噶咯，系咪先？喂，依家个问题上系讲紧系有吉位剩。你依家问题上嗱，依家系讲紧你首一日姜涛嘅第二部电影做主角嘅第二部电影首日，喂，理念上系应该。冇位剩㗎係咪？因为如果即係点解咁讲呢，因为京王都估计应该好多人买飞㗎嘛。所以佢就特登呢就优惠俾啲姜糖係咪，优惠俾啲姜糖佢特登提早去买飞。佢冇諗到去到隔咗一日有多啦，依家高登仔做片嗰时一日有多啦。都仲有咁多飞卖喎。係咪？喂，你讲緊有飞卖喎，系嘛？喂，我都唔明白喎，呢个系咩操作呢，系咪？喂，照计嚟讲，我哋以咁多人支持姜涛，咁多姜涛嚟讲，佢第一日嘅所有门票都应该卖清，系嘛？系嘛？我真系唔明喎，系嘛？喂，大家姜涛究竟发生咩事呢，系嘛？即系嗱，我咧高登仔咧，我话俾你知，我就。讲到明啦，系嘛？我唔会好似其他频道咁样样咧，即系有啲嘢咧，明明摆在事实咧，我就唔讲俾姜糖听，吓、啊，我就咧好似姜涛话斋，系嘛？我就系讲事实噶啦，吓、啊，我唔会话就住哇，我惊我条频道少咗姜糖睇，而唔讲啲真相俾你哋听啊嘛？哇，我依家要话俾你哋知啊，依家。第一日买票已经卖成咁啦，好，咁你话时间上有问题啦，可能有啲九点后有啲姜糖唔去睇啦，咁我啲卖得唔好，咁我算啦，咁都系讲紧两场啫，系嘛，都系讲紧两场咧，即系讲紧屯门同埋呢一个都睇翻下先，嬲得滞嘅真系，屯门同埋呢一个咩咧？等我睇下先。屯門同埋呢一個，哎呀嬲得滯，個人咧真係唔係好清楚，真係好嬲啊！真係係咪？屯門同埋馬鞍山，咁你話九點之後啲飛，但我都飛好慘淡。喂，你依家講緊係荃灣新天地同埋將軍澳康城係7:幾場，喂，應該係黃金時間啦，7:幾場，我當你早啲食埋晚餐去睇7:幾場。9:00都走得翻屋企冲埋凉啦，系咪？喂，我度居然一半到咯，一半都卖唔晒。喂，究竟讲紧咩事啊？啲戏飞鬼系嘛？喂，你去迪士尼1600
80蚊都买啦，你张戏飞100蚊咋嘛，系咪你话即係康城都100蚊咋嘛，荃湾新天地95蚊。喂你话唔就脚，你话唔就脚，你话去机场啊够唔就脚啦，去东涌嗰度接机够唔就脚啦，咁你又去系咪先。喂冇解释啊，即係我讲咗咁多嘢就係话俾听，姜糖系冇解释，点解解释唔掂呢四场系仲有咁多位卖啊，系咪先？特别系讲紧过咗日几啊，即系喺我嘅概念之中，应该系一推出嗰阵时应该卖晒噶啦，系嘛？应该一张都冇噶啦嘛？喂，嗰阵时又话咩一班咩自发姜糖又话去集资，又话去人哋赞助去买飞咁，你而家去买飞啦，系咪先？去派俾啲人啦。喂，但系都唔系呢个问题喎。喂，你第一日上映居然有吉位喎。而嗰个吉位唔系讲紧我啲咁嘅边位啊头位睇唔到我啲位喎、啊。喂你以前我啲天我哋啱啱咗第二个嗰时候都唔会咁系咪第一日。系咪就算头位角落头位都照买。喂我啲天台时你冇理由咁样喎、啊。你第一日已经差唔多去又好似有一半票去唔到啊。喂究竟发生咩事啊姜糖。系咪喂我真系有啲嬲喎，真系嬲啊，唔开心啊。系咪先？喂，你话高登仔，哎呀，真系我顶到尽啦，我买晒啲票去，咁啊点啫？喂，但系问题上我唔可以咁做嘛。你买晒啲票，到阵时又入唔到去睇，咁咪核突咯个场。我话俾你知，到阵时咧，我话俾你知啊，我啲咁嘅黑心传媒啊，啲黑心 YouTuber 咧，我话俾你知，肯定入场去睇啊。点解？因为佢哋咧谂住影下相咧。姜涛第二部我的天堂城市啊有吉位啊冇人去睇啊咁样。俾人大做文章啦俾人大做文章啦系咪结果呢就俾人哋话姜涛嘅时代完结啦，姜涛买戏唔够啦，系咪亦都话不吸标嗰啲戏搞唔掂啦。喂之前已经有咁多唔不利嘅消息㗎系咪音木精顺啊，杨云啊，忽然恋爱啊，系嘛？七月反归嗰啲全部搞唔掂啊！如果呢一套我的天堂城市都搞唔掂咧，我真系唔知道 Marker Will 点样搞得掂啦，系咪？喂，但系都唔好理 Marker Will 营唔营运嗰啲嘢。哇，我真系好想问姜糖点解唔买飞啊？系嘛？你哋去晒边咧？系嘛？去晒包场。喂但你去晒包场你都可以睇㗎係咪呢啲时间。喂第一日啫。喂你话要返工返学係咪先。佢嗰啲时间应该唔使返工返学，大部分人嚟讲返轮班嗰啲我唔理啊係咪。嗰个真係冇理由。喂即係讲嚟讲去我都係讲一样嘢囉。以姜涛依家我讲咁嘅人气气势係咪全港最受欢迎。你居然话俾我听第一日上映都有咁多吉位喎，咩事啊？系咪先？喂，我真系唔明白大家姜糖究竟发生咩事喎？喂，又话自己偶像自己撑嘅，系嘛？琴日接机已经压唔到头位啦。嗱，我都唔怪责姜糖啦，可能真系有太多嗰啲阴谋，系嘛？嗰啲咁嘅消息、假消息去到 side check。去到即搞乱咗大家姜涛接机嘅时间，令到即好多姜涛去到后尾咧，去到机场嘅范围咧，已经俾神道压咗位啦。唔紧要系嘛，我可以理解，因为网络上太多啲咁嘅即要误导姜糖嘅信息啦。喂，但系呢啲戏票真金白银。大家要去支持㗎嘛。喂都冇嘅。都有呢啲咁嘅吉位出现嘅。嗱呢啲嘢我讲俾大家听啦。係咪先，我唔会好似其他 YouTube 咁样嘅。即係将我啲嘢呢就哇即係讲到呢就算呢姜糖呢好嘅嘢当然要赞啦。喂有一啲频道就係话喂有啲嘢姜糖真係做得唔好喎、啊、係咪有啲应援係咪大家撞晒时间仲喺度网上嗌交。喂唔通我唔讲呀，唔通我唔话俾大家姜糖听千祈唔好咁样伤和气呀、啊、
系嘛？喂，有啲 YouTuber 就话：喂，好啊，即系哇，大家一齐去铜锣湾啊，最好几个 group 啊坐埋一齐，一齐搞旺个场嘅气氛啊！嗱，我唔知道真定假啦。吓、啊，我居然话啲姜糖群组，大家拥埋一齐，同一时间、同一个地点去嗌交，大旺个场喎、啊！喂，呢啲咩理论啊？咩言论啊？系咪先？佢居然将啲嘢扭曲去赞姜糖。我甚至系觉得系叫做拆姜糖鞋，我话俾你知我唔会咁做噶，系咪先？我话俾你知我最终嘅目的就系为姜糖姜涛好，为姜糖好，系嘛？喂，你依个咁嘅买飞情况啊？喂，难道我都要同大家讲话？喂，哇，好掂啊！依家咧好多姜糖买飞啊！哇，成个戏院咧已经卖咗三成飞啦！哇，好劲啊！我讲唔出口啊！我话俾你知我讲唔出口啊！我嘅理念就话应该要买晒咯，买晒咯啲飞，有冇搞错？我都唔明白，系咪先？即系当然有好多因素，即系如果你哋第一日去唔到睇唔紧要，咁啊去三日之前再买飞再支持。但系喂，你而家口口声声话我哋依家姜涛系最多 fans 人数、最多姜糖、最齐心、最合力，又话要冲破4200万票房，又话要成为叫做Mark View 电影梦嘅最后一支最坚韧嘅稻草。喂，我唔想姜涛呢个我的天堂城市成为最后一根被压低嘅稻草啊！喂，我依家真系有啲担心啊，所以我出呢段片咧，我系话俾姜糖听咧，我话麻烦你哋咧，我麻烦你哋咧，即刻去买票啦，我四场去英皇戏院嗰度啦，系嘛？咁啊，当然过多几日开始有头日买嗰啲其他场数就唔紧要啦。唉，就系咁啊，好怒气，好怒气。咁就系咁样，唉，咁啊，睇下点样样啦。唉，今节姜涛嘅中国新闻就咁多，大家下节继续。